来，我们现场嘛有咱的重量级的贵宾啊，来欢迎咱的台南市长参选人，也是我们目前的副市长严纯佐严市长上台致辞。咱的南部公司吼，咱的黄总裁吴董事长啊，今仔出席呢，咱所有咱的贵宾吼，甲咱真济。咱的上下游的厂商，啊，甲咱真侪，咱的对咱公司贡献非常大。咱的南部的员工吼，啊，我嘛看到咱的家里，咱的奇美医院吼，咱的周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吼，佮有看到凯斯斯咱的邱少董吼，啊，伫拄仔来到这个现场，啊，可能真侪贵宾呢无看到啦吼，啊，伫这个所在呢，感谢咱的黄总裁、吴董事长邀请。佮再度咧来参与咱一年一度咱个南部个即个会议吼，拢总可能参加几十届啦吼。对过去呢，做台南县个副县长，啊做台南市副市长，即摆拢总无做啊，即摆找头路个期间呢，拢总来会当讲咱个黄总裁颁发一个前行奖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大家看改变一个方向吼。